Hello，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然后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将是要玩的是比较特殊的，是这个叫做异界之塔。我之前有跟 KY 玩过，私底下玩过勇者之塔，超级难，超级给他喵喵的难到爆炸。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初始成点好，然后必须要说的就是 Don't Starve，大概就是这阵子大概就是会停止。就是他不会弄这样子，我不会去更新它，就有点腻了，就可能要等一阵子的时候看是要直播还是怎样，慢慢来。地图助手，哦，地图作者，嗯哼。然后这个游戏我没记错是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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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啊，为了享受更好的游戏效果，请设定一下效果，光亮度。好的，50。云块，然后10到15，云块是关闭的，关闭了。开往那个前往开始游戏，准备好了吗？用力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勇敢的跳下去吧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鬼东西，害怕了吗？不用怕，这里不是很深，放心跳下去吧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还蛮好笑的。祝各位勇者玩得愉快，祝你好运。哪里过来？金锭，隐藏奖励可以分解为金币做商店交易使用。这是什么鬼？还蛮可爱的嘛，那些全部都是……哎，吐司哎，好可爱哦。对不起，只能在晚上睡觉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东西了吧？应该啦。刚刚有位信使在门前经过，似乎放了些信件在信箱里，出去看一看吧。哇，有一封未收取的信件，哇，这好棒哦！给勇者的信，勇者的家，又是叫勇者。你好，我是村庄里的村长。而最近，我们村庄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高塔，这座高塔散发出邪恶的气息，令住在村里的村民都感到非常担心和畏惧，感觉将会有一个件可怕的事发生。所以，我想拜托你帮我去探险一下这座高塔。放心，我会在高塔的 GF 楼给你一些物资。嗨嗨嗨！不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放一些那个吧，箱子之类的吧？我是很 serious 哦，这时候真的。那 宝石无限哦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叫勇者？神秘入口，哇！亮起来了，亮起来了，亮起来了！通往异界之塔的入口。我，哈哈，哇哦！天哪！异界之塔入口就写成这样子，大门被关上，要解开机关才可以开启。去附近找一找。要找机关。解开附近找一找，说不定附近就有塞一个按钮啊什么的，试一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塞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发动了机关，大门入口似乎打开了，耶！然后啊，作者是讲说建议还是2到4人玩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请自行分配玩家身份，然后走入相应的通道。哦，可能这是有职业分别，玩家一啊，不是啊，我比较喜欢玩家四。准备进入异界之塔，耶！枪啊！没什么东西、啊。这里空空的。然后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东西掉了。让我搜一下。好的，然后继续走。嗯哼，
这是那个吗？右边的路被铁栏杆封住了，右边的路那就只能从左边的。哎，让我过，看你只能走这边的水道。水道，我是马里奥。为什么永远要走下水道？突然这么想，等一下，黏住了，黏住那种感觉好像在似曾相识。嗯，嗨嗨，哟吼，走多久了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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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塞东西吗？没有，可恶。哼，各种蜘蛛网，简单模式。我是很想选简单模式，毕竟我是一个人。可是，一个正常的时候，怎么应该还是玩正常模式吧？等一下，那我数一下。数之数之最多五只，好，还是就是你啊。其实那个我刚才弄应该是不对的，我不跟那样死吧，初始为，哇哦 ，GF， 勇者你终于啊，为你准备一些物资就放在箱子里，拿去探险吧。听说这有大40层，而且当中有非常多可怕的怪物。最后我祝你好运，可跟村长回信叫可跟村长哦。屏障，屏障哎、欸，哼、啊，玩家是指什么？玩家是东西。木剑升级，不可升级，不是木剑不可升级。初始神器，压实速度，然后加5%攻击，无法破坏的。回复药水，哦，回复药水蛮棒的。游戏手札啊，不是。穿上我的裤子，穿上我的皮衣，然后看一下书，1-4，然后冒险模式，除了特殊状况外，任何方块跟物品不得破坏。然后在某些关卡里，在可放置方块和物品来通关，不可以进行合成，不可作弊。然后游戏中的经历可以在商店进行购买，不进行交易。然后玩家死亡会自动转为观察者模式，将全部玩家死亡后会扣减经验值，并重新挑战关卡。成功通关后，死亡的玩家会自动复活。呵呵。哦，就这两页。再看一下，这边是，呵呵。创塔历史2014，又是你们两个。看来有客人来。然后招呼一下，哈哈！你想，请我第一层，两边都是请我第一层啊。可以了解玩法，然后这边可以将物品存在中间箱里面。好的，踩下压力板就会开始第一层的挑战。第一层一般怪物啊，请打倒所有怪物。好吧，要瞧好我的眼镜。最后5秒，3、2、1。吓我一跳！啾！大师果然够多。嘟嘟嘟嘟嘟。我已经开始觉得这，
成功通过。哇塞，这个设计也太强悍了吧！我获得了经历跟经验值，哦，我真的有获得了，这么强啊！然后看来我的宝石是一直会维持的，所以我不用担心吃食物的问题。啊，不知道什么，我坐姿一直都感觉好像不正确，很麻烦。前往第二层。好的，一般怪物关卡。好的，然后应该也没什么好弄的。来吧，你们这些渣渣，好像也不是渣渣，我还要小心是不是苦力怕嘞。好的，那等下应该会，通常会有来三波，对不对？还麦差。好，等下会有第三波，很好。哎，卖来！切！为什么我撞他还会自己受伤？耶！成功通关，获得了一些东西。嗯哼，请我第三层，这些就是让我放东西的吧？然后就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放进去。好的。第三层了，这边应该也都是一些普通的关卡。等一下，技术关卡，请跟随石砖出现的路线前往对面的终点。石砖啊，救命！救命！我不是贪吃蛇，不要玩贪吃蛇，不要玩这一套，拜托。救命！你在搞哪样？不要！玩毛啊这！吓死！那是很厉害哎！请我第四！吓死了！请封印所有丧尸，只能封印一只。特别怪物。不是这样用的吗？哎，不是这样用的吗？他们是怎样用？
过去。好困难。还有哪边？对对对，来呀、啊！来哦！超麻烦。就在那一刹那，完全不晓得这边是想搞笑干嘛。莫名其妙的。不不。给我回来啊！太麻烦了吧这。还有几个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那也三个。来哟。一个进去，一个进去，还有这么一个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还有哪边？让我看看，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来，我想象师，这种僵尸如果像苦力怕一样的存在的话，那我还不就慢慢的，哎。进去啦，成功脱关 ，yes， 高兴不起来，这关完全高兴不起来，这什么鬼？先离开这里，夜第五层，头目关卡，请打倒小头目及其手下，小心头目的虚弱诅咒。好吧，就上吧。真的还有小头目、啊，大师，喵的，生气。等一下，秀斗，我不是攻击了吗？
高毛啊，完全不理解。我攻击了不是吗？我攻击了、欸。Dash， 超级生气，快没等级了。Dash， 烦死，烦死。完完全全高进不起来，这个会移动，你知道吗？会移动的，村庄已被开启，返回村庄，然后东西，完完全高进不起来，一般怪物关卡。欢迎来到村庄。嗯哼，哇，好大哦，好快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移动加速，这样行？这种物品换取。脱离新手道路，过来，进行交易，换掉。你要走过来啊！我等一下再看看药水，要不要换掉？啊，弄错了。金银给我，把金银还我。可以用任务印章换取。你给我过来一点。抽奖券。保护附魔后不能再啊！防爆、防弹、尖刺，看我信，无限抽奖券，不是很理解的。试试你的运气，每次都要需要的。好，那这召唤师杂货店提供不同的补给品，雪球、经验品、青金石，哦，附魔用的，哦，地狱之心，哦，地狱之心可以用，可是等一下。我要先考虑一下，持续回复玩家生命值，提升速度，提升攻击力，大力牛，坦克羊，还有防御力，还蛮有趣的嘛。只不过我刚刚弄错，我应该要弄成，你懂的。耶，有这个商店。高级防具，哇，可附魔黄金头盔，初级，黄金感觉没有厉害到哪去，地狱之心，可将武器或者是装备升级，威力又提升，而且不会提升失败，合成方法将要升级的武器或装备放在。九个的东西放在好，这个等我有的时候再说。武器，先买个武器。犹豫中啊，击退棒，截肢，这什么东西？恶灵退散，不死氪金山哈？
我没有骨头啊。掠夺，不可胜。神秘商人，吉特里面蜘蛛杀手，各种采摘工具，终极出头。我应该有武器的吧？要，我需要一个正常的那个武器攻击伤啊。该死，还得跨龙门。没有个正常的给武器的家伙吗？旅馆、农场、正好买个锄头吧。可是我没有武器耶，我没有武器打个毛啊！钓鱼场，还蛮丰富的嘛。可是等等，等一下。就是，游戏手册，自己可以换。还，那你是干嘛的？等等，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，感觉好像有什么，没什么特别的吗？不可能啊！不。看起来就有什么古怪啊！有，这的确有古怪，可是当前我们弄不了。好吧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试试看一个转蛋吧。就抽了。请先上右边的收集机。收集机在哪里？是怎样的？嘿，然后呢？大力按下去了，然后呢？生气！我第一次这么生气。Dash， 鸟啊，这什么鬼？ちょっと。武器嘞？武器怎么攻？怎么没有武器玩个毛毛？踩下压力板进行合成。哦，所以。所以我要这样子，然后呢？然后缺短。等一下，武器放在九个格子的正中间。这边哪来的东西可以让我合成？
哎。哦，等等，我现在好烦哦，我是不是不知道他这个这个吗？超生气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东西好，气炸了，这个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实践击退一，嗯哼，非常好。然后我意外发现说，这边除了金锭以外，它那个东西就没办法再提供，对，它不会再提供任何关于其他这种东西了。所以我再去抽一次，反正这个东西也只能这样抽，对不对？生气耶！再给我再失明，我就死，被气炸，你知道？可是我对这个真的很好奇耶，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个很好奇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古怪。可是好难哦！我并不是那种跑酷很强的人，你看这样子根本就过不了。过来啊！超生气的，我去！烂死了，烂死了！真的，我不说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我自觉就烂死了，烂到爆炸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是先穿上去，我怕出什么意外。好，这边的话是咦，用于破坏胡萝卜，这个买一个了，然后其他的就哇哦哇哦哇哦，像我之后，我应该只有把一些东西塞进去，就等下我先把一些东西给处理好，像蜘蛛眼，What the heck？ 蜘蛛眼不算哦。他战地匹夫周期，我不懂，我不懂他，我真的不懂。越难过，超难过的啊！这个升级很麻烦，怎么想都会觉得说，先是把自己的衣服给升上去。他没有给经验的，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打一些这个可以玩蛮久的，真的蛮久。哦，还未开放，未开放，为何未开放？不懂，算了，管他。这个是用那个锄头，农民，
所以是直接跟他向日葵。哈？牡丹？牡丹花？向日葵？哈？紫丁香？哈？这里是干嘛的？What the heck？ 这先放着，然后再来弄一次。我刚看到有一个，那个有问题，那个非常有问题，那个害我减少了一个，对不对？不是很高兴。哇，这个超级难用。毒马铃薯可以干嘛？对，然后就好的，这中不了哎。好了，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。对，然后就花了一点时，花了蛮大一部分时间在处理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不晓得是什么，对，完全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很新鲜。可是那个网好麻烦，超级麻烦，那个真的可能要用弓箭什么的，要不然的话我玩毛啊这。好了，那就到这里为止，然后就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